的骨架，不会胖，你怕他这个骨架、啊，会会胖，你要跟他说会胖，才那赶紧找，赶紧生嘛，哎呀，不是，我想着搞货啊，每一天就是想着挣钱，对，他每天脑子里就想着挣钱。你去找老公，你还要花时间花精力，这个你又要花时间，那个也是一样花时间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就切一个孩子就对了，对。关键是一个人又生不出来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走了，干活去了，搬砖去了。你看这个里面还有大钻呢、啊。哎，你知道这个香菜豪华了，真的钱多啊，钱多啊，你这个是钱多多。一个儿子就是有这种实力。你下次去看一下春有香的好不好？因为他三个儿子，所以他只能相亲一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我一直都想生两到三个，但是如果生两到三个的话，我就停下来差不多停下来三年，那我的青春又没有了。三年，你一年怀一个，哎，你一年一个，除非你顺产顺的，顺的啊，拖的话就没办法。那我得先找个老公再说。赶紧聊这个，聊这个行吗？聊你这个大豆子行不行？行行行，我都不急了啊，我们家这些市场的宝妈催得要命。咱们今天的话来看他们家的这些绿户啊，刚刚才相出来了一大批，品质非常的好，很干净。我看中了这个豆子，18K 斤的，颜色超级的好。我觉得这个颜色好，哎，这刚刚才相出来的啊。对呀、啊。贵不贵？不贵。我觉得这个好看呀，你金香都好重啊。你看一下这个上身的效果贼漂亮。这个的话是一个18K 斤正定正钻豪华镶嵌的一个大豆子，品质非常在线的啊。这边有如意，还有叶子，还有这种浮瓜、浮萝。无丝牌，但是的话我挑了一件种水色都是非常俱佳的一个豆子，这个品质的话是真的非常好，很干净的啊，就是在绿货中里面，这个的话就是一眼很亮的那种感觉，颜色非常漂亮。这个老板娘的新货，今天才镶出来的，这个打个多少钱我看一下。这个啊，不用打高价钱，就直接打个卖价吧。打卖价哦，打个卖价。卖价你不要砍我了，不砍你的价钱。这样子我也不要收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直接说多少钱，这一件。8800，你是这个，不用过问，有点贵啊。哪里贵啊，真的有点高。你自己看一下色泽，然后我那个镶嵌都是2000大钻的，看看。这个算4800，不行不行，可以了。哪有看？接孩子去了啊？对呀。哪有差那么多的呀？你又不给我买货，我就。行吧，现在就开张了，4800。真的是，我都不给你开价，你还给我砍。4800，你看看行的话就开张了这一件，其他的我再跟你谈谈其他的嘛，好不好？要怎么给我打包吗？这你要是可以的话，这一颗我都可以打。但是你看那件，你要走不走？走啊！你要给我全部打包的话，可以走。先把这些走了，我再给你打包。咋可能？哎呀，可以的啦！哎呀，姐。哎呀，真的，你这你来一次，我看一次，真的。1234567，这里9件，这里还有9件那么多绿货，对不对？绿的我都收，行的吗？行行行，先开一个。先开一个啊。4800，过去了啊。行。先开个张，我先过去一下，等一下有点事再回来给你开起来的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再来啊。可以。先溜吧，薅了一件赶紧走了。那其他的话都不对，主要是颜色又没这个匀，品质又没这个在线，这个性价比高，这个才4000多。这个平常我们买的话不是要6000-7000吗？今天的话只需要4开，想的宝宝评论区里面告诉个人。